30岁之前，我没离开过北京。算命的说，我的爱情会很坎坷，40岁时才有第一个小孩。孤独，有时比死亡更深刻地让我感到不安。万物有灵，他们带给我最多的依旧是安慰。我想分享这些安慰，我想带你一起看看他们。每一条冲上岸的鱼旁边都有几个沙蟹的小洞口，冬天就没有捕鱼期了，应该。还有就是政府给了一个期了，应该。像油画吗？嗯，有没有？就是可以长一很长一条，很长很长一条。你这么看。
年轻的飞车党。想起我大一时候找男朋友的标准，是有一辆二八自行车。其实旗帜本身是没有意义的，几块布挂在一根竹竿上，它只有迎着风飘扬起来，看到了它的方向，你才会觉得那个是你努力的一个力量。现在可以开慢点了，这个海边夜路，海浪吹80公里。厦门海沧大桥。